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BC 2015秋季 Roadshow。 我是 EBC 中国市场部经理郭泽明。今天很高兴有几位同事过来为大家介绍 EBC 的刹车产品，令大家对 EBC 的产品有更深的了解。首先这位是香港市场部经理 Alex， 这位是香港制动工房网络负责人阿伦，而旁边这位呢是中国制动工房网络负责人阿奇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刹车皮是车辆最重要的安全设备之一，希望以下的建议可以令大家更加清楚怎样去选择 EBC 刹车皮。例如一般的日常使用，可以选择黑皮或者绿皮，无论品质和性能都比原厂更高，有效地改善刹车性能。如果高性能的车辆及高速使用，可以选用红皮及黄皮，其物料可承受更高的温度。如果是赛道用途，可以选择蓝皮或者是橙皮，适合大多数车型及 Millwood、AP、边宝等改装卡钳使用。购买 EBC 产品的时候需要注意，特别在网上购买就要更加小心，因为市面上有很多不负责任的所谓商家，为求利益售卖来历不明的产品，还经常会有货不对版的情况。我们都经常收到类似的投诉，而刹车皮只不过是产品，如果没有得到适当的安装及处理，很可能会浪费了这套刹车皮。所以英国 EBC 联合英国 Goodrich 安排了制动工房网络，提供标准及专业的服务，安装并非是将刹车皮装到卡钳上面那么简单。想了解更多关于 EBC 的销售网络及最新推介，请浏览 EBC 中国官方网站。大家好，我是香港市场部的 Alice。 EBC 刹车皮系列非常之适合香港市场使用，产品型号齐全，适合不同的用途，在香港九龙新界各处都有分销店，而且现货充足，更会提供专业的安装服务，特别是制动工房是经过 EBC 的专业培训和认可，而且有更多的套装优惠选择，适合多款车型。有关 EBC 的产品和推广资讯，欢迎到我们各地的分销店查询。大家好，很高兴能够得到 EBC、Goodrich、ATE 所提供的技术支援以及专业训练，令到我们的客人可以享受到 EBC 刹车皮的性能，更加可以体会到在技术上的分别，对刹车的意识更全面，令到刹车时更加稳定、轻松及安全。我们制动工房有一系列的优惠套装发售，无论在品质、性能及价钱都相当吸引，特别是商用车辆的客户对我们的服务都非常之满意，令到他们在长时间的使用下都能够感受到可靠的刹车性能。制动工房将会推出更多不同的优惠套装，迎合各种不同的需要。大家对 EBC 的产品以及其他刹车问题，欢迎向我们查询。大家好，我是波奇，我一直从事汽车行业，自从受过 EBC 和 Goodrich 专业培训之后，令我对制动系统意识和技术完全都有所改变。其实有很多驾驶人士，就算使用了名牌的产品和升级了之后，对刹车效果和其他相关的问题都还是不满意的，主要原因都是安装和处理过程中工人技术不合格，以及未受过正统的培训，以为懂得装就是专业。而我们制动工房的宗旨是提供优质的产品，确保标准的服务，令客人体验到满意的刹车效果，更加了解到刹车系统的意识和处理的分别。现在已经有多款 EBC 刹车优惠套装推出，
適合一般原廠車型的使用，無論性能和價錢都是改善剎車性能的首選。制動工房已經在不同的地區成立並且不斷擴大，令更多的駕駛人士可以體驗到穩定、可靠、安全的剎車效果，不用再為剎車性能而煩惱。為確保 EBC 剎車皮品質和剎車效果有保證，所有的優惠套裝只會在制動工房特約店銷售和安裝。大家對制動方面有疑問的話，歡迎向制動工房各區的門店查詢。希望廣大的車主更加重視剎車性能，要保持最佳的剎車效果，才可以令駕駛更加安全、更加輕鬆。多謝收看 EBC 2015秋季 Roadshow。咁喺嚟緊冬季嘅 Roadshow 入面咧，我哋將會為大家分享更多 EBC 最新嘅資訊、制動工房網絡最新嘅推介，以及更多有關制動保養方面嘅知識。